震惊了！皮姐吃一半，去躲镜头催吐。来点蔬菜打个底，安排上超大的鸡腿、鸭胗，奶香奶香的大块牛上脑。饭后小点心也安排上，紫薯冻、甜甜圈、南瓜冻、芋泥冻。好开心，又到炫饭时间了。今天又是用这个不锈钢大脸盆，可见皮姐真的不挑食，难吃的鱼鱼甘蓝她都要抢。妈，你啰嗦了，赶紧的吧。安排上两个大鸡腿，搞快搞快。牛心来半个，我皮姐头上的伤口愈合了，就是还没长毛。这小姑娘家家的，为了口吃的还被别人胖揍一顿。妈，你要不要反思一下，是不是你平时没把我喂饱啊？姐，你这饭量都快赶上你弟了，你这吃法就算我月入一万都不够你吃的。哎嘿，别骂了，赶紧开饭吧。坐。能吃了没？3、2、1。小狗的午饭时间，羊里脊、牛板腱、
冻干乌鸡爪，冻干鸡心，冻干蔬菜粒，南瓜冻，紫薯冻，干冻，每天都要吃的鱼油，莓果。粉丝给渣男点的猪软骨速来认领，猪软骨、鸭锁骨、鹅胸、牛上脑、香瓜、南瓜冻、紫薯冻、干冻、冻干多春鱼和三文鱼尾。